昨晚梦见我了吗？感冒药放在床头柜上，记住吃药。今晚有重要会议，别等我。欢迎回家。先别急，等我回来。我订好了外卖。我明天就要走了。工程的事儿，你可不能忙。你放心走吧，等你回来，一下飞机就能听到好消息。我听张总说，邢东浩跟那个信源的关系可不一般。要是他铁了心的帮那个信源，那可怎么办啊？滨州市在省城的事儿，都是我说了算。放心吧啊。你总算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要听你解释。我早就想跟你解释了，可是你不接我电话。你听我说，我明天见。具体地点，我到了再给你打电话。别搞得这么神秘，搞得和拍侦探片似的。今天警察找过我。你，喂。不是很能跳墙吗？跳啊！有本事你从这儿跳过去。警察姐姐，你逗我玩啊？哎，这喝茶不应该算犯事儿吧？不犯事儿，不犯事儿，人跑什么跑啊？哎呀，老鼠遇到猫，本能，本能。邢东浩，你认识吧？不认识。挺长时间没吃号饭了吧？16号下午刚通过电话，敢说不认识？16号傍晚6:05左右。哦，原来政府说的是那个电话。哎呦，那个人整个一神经病，一张口就叫我王老板，还让我把煤气罐给他们送过去。哎，这政府，这是干嘛呀？这想好了？邢主任确实给我打过电话，说好是今天还我钱，这不。我正在茶楼等他，你们就来了。什么钱？还能什么钱？赌场里放的高利贷。多少？连本带息50万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10天前。接完电话以后到7:30这段时间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哎呀，我不就是在厂子里待着吗？哪个厂子？就水东门，水东门那个厂子。厂长，快打我！快出事了！快！别打了！这是说话这阵吗你？这个邢东浩，怎么会跟这种人混在一起？好赌呗。据了解啊，
邢东浩这个人吃喝嫖赌样样都来，张扬得很，一副吃不完用不完的样子，口碑非常的差，怪不得检察院要查他。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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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明兰，没吃早饭吗？注意力这么不集中，抹布，退职了。再来。退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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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裤。停！怎么回事？啊！东看西看，大家休息。徐明兰，练十遍。不想练了。为什么？好想爸爸。停。好，咱们回家。啊，对不起。请问你是徐明朗的家长吗？啊，我是他的妈妈。不知怎么了，徐明朗不是缺课就是心不在焉的。啊。可能最近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对孩子有点影响。像明朗这个年龄的孩子，很敏感也很脆弱，千万不能受一丝的影响。而且我觉得他的生活应该跟他的名字一样，充满阳光。你说是不是，兰兰？嗯嗯，来，过来。今天我同意你跟妈妈回家休息，不过教练告诉我，我等着你下次来的时候，一定要像一个真正的跆拳道高手，明白吗？知道。回去吧。再见。全体集合！出去！退！走。谁找我？方队长，是我。向女士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在开会，让你久等了。没有没有。来，坐坐坐。向女士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就是想来问问，案子有结果了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还没有结果。我知道很难，害邢东浩的人不是傻子，他不会手脚不做干净的。那向女士有什么线索吗？那有没有什么证据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你感到可疑的地方？我就是凭感觉，邢东浩不会自杀，他不可能自杀。我们也这样想过呀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他杀的线索，希望向女士多多配合我们。其实人都死了，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，我只希望方队长能尽快给我一个答案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儿子整天都在追问我，他的爸爸为什么突然就死了？为什么？我望着他的那双眼睛，没法隐瞒他。不管他的父亲是自杀还是他杀，我都需要给他一个诚实的答案，让他尽快走出这段阴影，生活在阳光下。我有个女儿，跟你儿子差不多大，我理解你，我们一定给你儿子一个交代，请相信我。谢谢。我怎么会杀邢东浩呢？他可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啊！利益面前，再好的朋友也会反目成仇。邢东浩欠了巨额赌债，急需要钱。他帮助你中标，你以金钱作为回报，你敢说不是这样吗？这只不过是你们的假设，有证据吗？啊，
会有证据的。反正我没给他钱。你的确没有给他钱，因为你并不想给他这一大笔钱。我们调查了你公司的财务状况，你当时是拿不出这笔钱来的。工程已经如愿以偿顺利到手，你又不愿或者无力履行事先对邢东浩的承诺，而且为了掩盖你和邢东浩之间的私下交易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会怎么做？我顶多赖账，绝不可能杀人。我袁顺发是有头有脸、事业有成的人，我怎么会为钱铤而走险呢？16号下午5点半到7点之间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怎么还问啊？你们不是已经做了笔录了吗？好，我再说一遍。开标会一结束，我就直接到了东海渔村，准备晚上的酒会，一直忙到深夜才离开。东海渔村的人都可以给我作证，清楚了吧？会场离东海渔村有多远？开车需要多长时间？这我没算过。开标会是在5点半结束的，而你是在7点1刻到达东海渔村的。袁总不至于连这点数学常识都没有吧？这我记不清，反正我是从会场直接到的东海渔村。你还说谎？那你要不说，我帮你说。你以前说过，邢东浩是个非常讲究仪表的人，你利用了这一点，故意安排助手在开启香槟的时候洒了邢东浩一身。你料定他会回家换衣服，大约6点50分，你赶到邢东浩公寓门口，用公用电话往他家打了一个电话，证实他确实在家，然后你摁响了他家的门铃，以谈钱为由将他骗至楼顶平台。由于邢东浩饮酒过量，体力不支，被你从楼顶推了下去。7点1刻，你匆匆赶到东海渔村，宴会尚未开始，客人还没到齐，你从后门溜进餐厅。你以为没人会注意到你什么时候到的，可是有一个厨房员工看见了你进来。袁总啊！不不不，这只不过是你们的想象，简直是太荒唐了。那么那一个小时的空档你在哪里？你还敢说你在东海渔村？我在。土土的干什么？快说！好，不说了。我给你们写个地址。我有蓝颜之隐，一定要替我保密。这种事传出去，我会很丢脸的。
老大。好。那当然，到时候一定诚信。好，再见。哎，老大，什么事儿？这晚上有个饭局，一块儿去吧。谁请客？还能有谁啊？冤大头呗。为了装修的事儿。这个时候当冤大头，你不会装修为什么呀？我不去，我劝你也不要去。这个时候，离这个人远点。老大，袁大头这个人呢，他仗义，讲信用。你说不跟这样的人合作，你跟谁合作呀？我警告你，滨州的装饰工程要严格按照市政府的文件公开招标，不要给大伙惹麻烦。我的老大呀，这种走形式的事儿你也认真呐啊！好，你不去，我去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切，不就一个女人吗？干嘛大惊小怪的？我警告你多少次，遇事不要太张扬，赌博、玩女人、开名车，你还像个政府官员的样子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办事处主任是我，不是你，由不得你胡来。你要是再胡来，我就让你出局。老大，别叫我老大，搞得跟黑社会似的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进来。这屋子里怎么会有股焦味呢？哦，刚才整理东西，把没用的都烧了。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吧。好啊。屋子里的空气太糟了。你呀，叫小陈去买部碎纸机嘛。想要销毁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就不用烧了，烧的大家都闻到了。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好像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啊？说说。今天为什么找我？嗯，瞧你问的，今儿是什么日子啊？忘了。今天是属于你和我的日子，是结婚纪念日，对吧？那就走吧。等等，我今天有事儿，我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。千万不要告诉我，你又要陪滨州来的哪位领导吃饭啊！今天你哪儿也不许去，实在要去，我就跟你一起去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位神仙这么重要，一年就这么一次，你都不愿意陪我。好，我打个电话把它取消了。亲，你好，先需要点餐吗？对不起，我再等个人，一会儿再点。好的。挺好的。
吃点什么？还是你点吧，我都听你的。好。我看别费神了，咱们俩吃套餐吧。哎，两份套餐。吃什么并不重要，今天关键是咱们两个人能在一起，你说吧。你呀，话全让你说了。我知道你还惦记着那边的应酬，怕得罪人。真是知夫莫如妻呀。哎，今天这葡萄酒不能不喝，咱们要瓶葡萄酒。服务员。加瓶葡萄酒，要最好的。请上。其实，年年都有今天，每一个今天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叶子，叶子，我怎么说呢？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对我的理解。咱们俩有多久没在一块儿吃饭了？上一次应该是去年的今天吧。不可能，我记得好像上个月咱们俩在一起吃过饭。是吗？该不会是和别人吧？我可是要吃醋的哦。你知道我这个人，什么都可以忍，什么都可以让，可是谁要是抢我的老公，我可是要拼命的哦。你看你。今天什么日子？说这个，谁抢谁呀？老看手机干嘛呀？我没看手机。胡说，从进来到现在已经看了四次了。是吗？嗯。好，今天就是咱俩在一起吃饭，什么也不看。看着我干嘛？你不是一直在等那个电话吗？快接啊！真对不起。喂，杜德仁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也不看看时间，什么时间啊？这是我下班的时间。你就不能有什么事儿明天早上再说？啊，对了，今天下午要的文件，明天早上一早。给我放办公桌上，好，就这样，再见。你说这小陈儿，真是。怎么，碰见熟人了？没有。哎呀，啊，服务员，这都几点了？这菜怎么还不上啊？啊！
你慢点儿，又不是吃工作餐，瞧你狼吞虎咽的，有点情调好不好？真是饿极了，对不起。来，祝我们和和美美，祝我们白头偕老。你过一个小时之后，40分钟，往我家里打电话，打座机，你就说办事处有事儿，口气越急越好。嗯，别问那么多，让你打你就打。好，再见。喂，找谁？小陈啊，有事儿吗？杜主任他在洗澡。啊，你别急别急，慢慢说。行行行，我这就叫他啊，你等会儿。老杜，老杜，电话。谁的电话？小陈打来的。跟他说，有什么事儿明天上班再讲。他挺急的，好像出什么事儿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在里面见。喂，是我，什么事儿？我走了，别找我。小姐，到底去哪儿？去机场。
电话。我真怕来晚了，追不上你。所有的航班都没了。回去问你的丈夫吧，他全都知道。你对老杜？不会吧。你可以欺骗我，失信于我，但是你不可以羞辱我。你总得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吧。你看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连个面都不肯见我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却带着你老婆来了，在我面前有说有笑，恩爱无比。我也不知道你也在那家餐厅啊，玉柔，这就是个巧合。我忘了，忘了今天是我和叶子的结婚纪念日。结婚纪念日？那我是什么？我问你，我跟了你六年，我是什么？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受吗？突然间，你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陌生，陌生的让我想不起来你究竟是什么样子。你就在我眼前，近在咫尺，可是心却相隔千里。我现在闭上眼睛，那情景都会让我感到揪心的疼。你既然这么说，我也不想多做解释。我知道你没有拿到工程，伤了你的心，我是不得已，我真的是很无奈。你当然无奈，你看重权力，看重头上的乌纱帽，看重家庭，看重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，而这一切都比我重要。我只不过是你的一个玩物，
你的一个玩偶，供你发泄情欲，让你开心而已。你可以宠着我，疼着我，可是一旦和你的权利、家庭利益发生冲突，你首先抛弃的就是我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听我说完。这几天我思前想后，终于想明白，我知道你有苦衷，你想做个清官，想往上爬，想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，你想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，爱护家庭，爱护妻子，你还想做一个好情人，体贴她，呵护她，你什么都想做到，什么都想做好，可是到最后你什么都做不到，什么都做不好。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，可是一个人越想面面俱到，就越会左右为难，而到关键的时刻，他就可能出卖所有的人。说得好听，你这叫做性格悲剧；说得难听，就是伪君子。你说吧，把你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我们在一起六年了吧，我爱过你，崇拜过你。你听说过女人的三十现象吗？三十岁就意味着女人黄金年龄的结束，作为一个单身女人，就开始感到恐慌，开始变得实际，开始渴望安定，渴望安全感，渴望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，丈夫、孩子和完整的家庭。我今年都31岁了，我可以无名无份没有孩子，是因为我信任你，可是我不能没有事业，否则我用什么来支撑我后半生的空虚？你是什么都有了，家庭、事业、老婆，还有我的全部，你如何能够了解我的苦衷啊？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些年你也过得不容易，我伤了你，但是我必须跟你讲，我绝对不是故意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和我在一起是件痛苦的事，你可以离开我。你说什么？一句对不起，就是我们六年的结果。我并不是因为工程没有拿到而伤心，六年来我从来没有让你帮过我，甚至没有接受过你一分钱。你如果有难处，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你不要信誓旦旦地答应我，然后又出卖我。我怎么再敢信赖你？怎么再敢毫无保留地生活在虚幻中？我恨你。你有理由恨我。你骂得好。你了解我。你太了解我了。我真的是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干好。工作、家庭、上下级关系、朋友，还有你。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漂漂亮亮的，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的，所有的利益都能摆平。可真是太难了。有很多事儿我不想做又不得不做，有很多事儿我想做又不能做，有很多人我不得不周旋，很多人我又不得不伤害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我简直活得太累了。我只有跟你在一起才感到快乐，才感到安慰。德仁，几个重点嫌疑对象的行踪都摸清了，行动号死的那段时间他们都提出了不在现场的证明，但是我们的调查恰恰相反，6点到7点半这段时间他们都有一段空白，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。他们为什么要回避掩盖这段空白呢？哎呦，这美女
什么时候照的？方顿，让我好好欣赏欣赏。方顿，我跟你说正事呢。这是我们找到的证人证词，我想传讯他们，正面突破。方队，哎，你们都在。方队，我找到个目击证人。什么？从什么时候交心，又在何时分开？茫然无措的我，总在跌倒时想起你，温暖的双手，泪眼中发现一句谢谢已经迟到了多。句谢谢，在我心里生。